后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然后它是放酒盏的花月台，这边拿近一点给大家看。那它的花纹图案呢，都是以手绘的方式进行绘画的。这个是一个非常老的件，那这个花月台的尺寸呢，大约是17公分，喜欢的可以参考看看哦。